那个抄经的，那不是心经，那抄经文而已。还好啦，这个就反正那个上面就有字。经有更假。我要静下来，随时都可以静下来，没问题。来来来，去年在学佛。学佛？什么叫最近在学佛？反正有空就把那个《金刚经》来读一读。我在办公桌还有。跟他们讲也没有什么不一样，还有。你有没有特别想要跟国东法师教？不用了，这有时候有空就最近那个龙禅寺跟他谈一谈，那很有空就到华苦山那个寺山去跟他谈一谈。对，最近法师有跟你开示了一些什么？不就开，没有啦，就随便聊天而已了，还有自然。